Pena Valencia. Descúbrela con sus jugadores.位于西班牙东岸，紧邻地中海嘅华伦西亚系西班牙嘅第三大城市，西班牙第一大港口。虽然华伦西亚就并冇马德里同埋巴塞罗那咁出名，但系喺俾众多背包客誉为旅游圣经嘅孤独星球指南入边，华伦西亚就被评为2011年全球10大最值得期待嘅旅游城市之一，位居第五位，而且系欧洲嘅第一名。 华伦西亚系一座因为每年3月份嘅法雅节、8月底嘅番茄大战、各式海鲜饭而闻名嘅城市，亦都系同 F1、美洲杯帆船赛等等重大国际赛事结缘嘅国际大都市。除咗悠久嘅传统，佢仲有著名嘅阿尔布费拉湖区风光，令人叫绝嘅现代风格嘅华伦西亚科学艺术城。另外，佢仲系最富魅力嘅欧洲展销会同埋各种会议嘅承办城市之一。 呢度嘅人啊，完全体现出西班牙人嘅热情性格同埋热爱生活嘅纯真本性。同华伦西亚人倾偈，能够迅速拉开话题嘅咧，就系足球。动感火爆嘅西甲联赛，被誉为蝙蝠军团嘅华伦西亚足球队，都系愉快交流嘅开始。 米格尔先生咧就系华伦西亚队嘅忠诚 fans， 当呢一位一米9几嘅大只佬，尽地主之谊，开住的的色色嘅赛欧，带住我哋游览华伦西亚市容市貌嗰阵，一下子就觉得华伦西亚系一个随意放松嘅地方。我哋首先去睇一睇梅斯塔利亚足球场，喺足球场嘅门口，米格尔攞出一样嘢，顿时令到我哋明白乜嘢先至系真正嘅球迷。 原来佢戴住颈链嘅链嘴嘅图案咧，就华伦西亚队嘅队徽嚟嘅，而且仲要系黄金做嘅添。 And this is where we come every Sunday to see Spanish football league. My favorite player is Juan Mata. He was last summer world champion with the Spanish national team. So if you come to Valencia, you don't have to miss. Football. 好少睇到有足球明星走上去屏幕去推广旅游嘅。华伦西亚足球队嘅几位响当当嘅球员，索尔达多、华金山齐士、马迪尔，嗱呢一铺咧，佢哋冚唪唥靓靓仔仔咁出现喺你嘅面前。 Ven a Valencia, te lo vas a perder. En Valencia también hay vinos buenos, con denominación de origen propia. Sin duda. Valencia es una ciudad champions, descúbrela con sus jugadores. 嗱，佢哋话咗啦，乜嘢都唔紧要，关键嘅就喺华伦西亚，你有可能喺佢哋企嘅呢一个旅游点咧，同某个人不期而遇喎。 华伦西亚历史上面一直充当住西班牙通往地中海嘅门户嘅作用，曾经作为地中海帝国财政首都而极度辉煌，所以佢拥有海洋港口城市嘅独特魅力。已经有2000年历史嘅华伦西亚分为老城区同埋新城区嘅部分。嗱，老城区咧，大家见到嘅都系一啲巴洛克式啦、哥德式同埋罗马式嘅古老建筑，包括市政厅、圣胡安教堂。 华伦西亚斗牛场、塞拉洛塔等等。建于1262年嘅大教堂咧，就系华伦西亚旧城区嘅地标嚟嘅。尤其咧就系同教堂相连嘅米加勒八角钟塔，呢一个咧就系著名嘅观光景点嚟嘅。 假日，大教堂旁边嘅市政广场上边咧就会出现市集噶啦。有啲摊位咧可以见到华伦西亚嘅特产陶器，嗱呢个咧就系吸引当地人同埋观光客驻足嘅最大卖点嚟嘅。
国家淘气博物馆咧，亦都系华伦西亚嘅观光景点之一。入边珍藏咗成5000件以上嘅陶器，佢哋嘅建筑外表咧，亦都系艺术品嚟噶。而龙虾古集贸市场就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文化遗产。入面有由几个圆形柱托起的大厅，这些螺旋形状的石柱好像柳文柴，走入到庭院入面满园都是骨子树，黄金金的骨子挂满枝头，轻风吹过，轻盈地摇曳着，令到大家满心欢喜。Ven a Valencia. Descúbrela con sus jugadores. Y 中央市场呢，即是华伦西亚现代建筑的最佳的典范，同时也是欧洲最大的市场之一，入面应有尽有，从海鲜、蔬果、有名的风干火腿到各式的香料，满足当地人的生活所需，亦都令到我们观光客看到眼都花埋。市场亦都有卖锅具的铺，不过人哋嘅锅咧就别具一格嘅。你睇下呢个咁大嘅平底锅，系唔系用嚟煎鱼或者煎牛扒嘅咧？嗱，你啊错啦，呢个系用嚟煮饭嘅，做海鲜饭专门用嘅锅。海鲜饭咧就系西班牙嘅国菜嚟嘅，同意大利面啦、法国蜗牛一齐就被列为欧洲人最中意食嘅三道菜。华伦西亚就是海鲜饭的发源地。在华伦西亚老城区的著名餐厅，米格尔先生请我们吃了一餐华伦西亚的海鲜饭。我们又来看看西班牙人是怎样煮饭的。首先在平底锅爆香的蒜和葱，放入海鲜和酱料之后，就揸把米放入去。注意了，不用洗米的，翻炒几下，大厨咧再从旁边的大锅入边滗翻几壳嘅海鲜汤放入个平底锅入边，嗱稍稍再煮一煮，然之后再放入去烤箱入边焗一焗，咁就搞掂噶咯。好啦，我终于做好啦，卖相系点样呢？嗱，啲米饭煮出嚟咧，金黄色嘅，香到不得了，鲜味无比。不过呢种饭嘅做法咧就好奇怪啊！嗱，佢话入边啲海鲜咧有洋葱啦、青口、海鱼、墨鱼等等。一般咧喺西班牙其他地方食嘅海鲜饭咧，啲饭粒都系夹生嘅，好多中国人都唔习惯。不过在华伦西亚这里，正宗的海鲜饭米粒的软硬度就啱啱好，亦都不会夹生，亦都不会烂。另外值得特别一提的就是说，这家餐厅的甜品哇相当之美味啊。这一款的蛋糕加雪糕再加沙律酱的这个搭配呢，绝对可以说是有创意。在沙律上面放雪糕，大家有试过没呢？哇，口感啊真的好特别的。Ven a Valencia. Descúbrela con sus jugadores. En 华伦西亚的新城区有一个特别的新地标。
这个就是华伦西亚人引以为傲的艺术和方城。但这个现代建筑有着匪夷所思令人叫绝的奇特之美。它是由世界著名建筑大师华伦西亚之子圣地牙哥卡拉特拉亚先生担任整体设计。它是打造了五栋深具未来感的建筑，包括好像地面开花的水族公园，远看上去好像头盔，近看上去好像鲨鱼嘴的歌剧院，用眼睛为造型的 IMAX 3D 立体电影院，以及一个就是步行公园和一座应用科学馆。它的设计经常就以大自然为灵感，艺术科学城的外观就好像动物的骨骼、贝壳类动物那样被人遐想和美感。因为华伦西亚靠近地中海，一年有300天就是干燥的晴天，建筑大师就令到水成为了整个艺术科学城布局的主要元素，令到所有的建筑都漂浮在水上面，非常之壮观的。而且白天和夜晚黑分别展现出不同的美的。华伦西亚艺术科学城包括了博物馆、艺术馆、海洋馆和知识宫等几大部分，有关于足球和航天的历史，甚至有小鸡孵化过程的这些特别展示。这里有欧洲最大的水族馆，有新鲜妙趣的海豚表演。另外，艺术和科学城还是当地学校的第二课堂，这样游客就有了和西班牙学生亲吻接触的机会。华伦西亚已经成为国际上重要的商务会议的举办城市，在今年的11月7日，全球中国商务会议将会在华伦西亚展开，它是最重要的中国商务龙头企业和合作伙伴的全球年度会议之一，将有全世界领先企业的领导人去参加。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商业气候、旅游、中国的投资、全球性的中国品牌和中国消费者等等方面。华伦西亚热情开放，充满阳光、节日和文化的色彩，西班牙的迷人风情、地中海的浪漫气息、人类文明的足迹、全城享受美食和运动的快乐性格，都将会成为华伦西亚旅游的特别体验。华伦西亚，等你将快乐带回屋企。下期的分享生活将会由阿欣一连几集带大家去到甘肃的迭部，去了解一下那里的风土人情，品尝一下藏族最有特色的酥油茶，同埋缅怀一下当年红军曾经攻陷过的天险立子口，大家千祈不要错过了。